那现在我们公司呢，就来的新的女演员，这个女演员呢，她也很特别，她是一个日本妹来的，她就是叫做娜娜。大家好，我是 Happy 娜娜，有没有很容易记？你要用日本话介绍的日本话。こんにちは、私は娜娜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Yes，她是你是来自日本哪里啊？ 日本吉本，日本吉本，叫做吉本，OK， 说他是我们啊，你们要新来的演员了，你没有看过他拍东西，因为他刚进来不到三天罢了。OK， 你今年多少岁啊？这个是很敏感的问题，你要打给打，你不要打给不要打了。十八，哦，十八岁 ，OK， 18岁，抱抱锤。这样子呢，今天呢，他除了平时你的配曲自己放一些 video 对吧？啊，对。 OK， 他的配曲放一些 video， 就是有教你们日语啊那种啊，有没有教人家日语热文出口的？<笑>我们很斯文。<笑>我只会バカロコニャロ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有没有这句啊？<笑>啊，意思有。哦，<笑>初次见面，はじめまして。我是娜娜，私は娜娜です。我来自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から来ました。 这个是不是？是来娜娜呢？她本人呢也是一个啊，有学打鼓的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女子学打鼓是几帅的东西，知道了吗？男子打鼓就很帅了，知道吗？结果女子打鼓会更帅，可是我不会打鼓，知道吗 ？OK， 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带你去我们的音乐房里面，叫你打鼓了。好 ，OK 啊。好 ，Let's go。好。今天我们公司是没有上班了。 看到吗？没有人了。你看那个猴子在抖，猴子你不要病，猴子你不要病，猴子。OK， 今天我们就testing 打这个电子鼓。你打过电子鼓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啊，第一次打电子鼓。嗯。哦，就是你平时学的时候是学真的那种叫 strumming 啊？啊，第一次真的鼓。哦，就是电子鼓呢，它是有什么方向呢？就是你知道电子鼓什么方向吗？方便。 对，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啊，就是打鼓很潮，全世界都知道吗？就是你有电子鼓过后，你可以在家自己半夜练习，又可以戴这个耳机啊，这边有个耳机洞了啊，可以戴耳机，然后可以自己在家练习哦。还有你 recording 的时候也是比较清楚的声音哦 ，OK， 最好的东西。我们就要留娜娜表演了 ，OK？ 好，大家多多指教。OK。Sorry， sorry。 我突然有点紧张，然后我就乱了，乱掉。他现在是很紧张，现在。他还在录。紧张到流汗了吗？流汗，还有。看到吗？流汗的看到吗？会把东西会割掉。会不会这也是招方的原版？原汁没有剪，就是放下去好了。 你需要鼓学多久啊？其实还没有到半年。还没到半年呢、啊？哦，就是有学那种有考试的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没有考试啊，就是 freestyle， 就是喜欢打什么打什么了。对。<笑>但是你会打，你会打，你除了会打这些比较 pop 的 rock 的 band sound 的东西，还会打什么之类的？ 我现在只会打这种够了，其实够了，知道吗？不需要懂够了，知道吗 ？OK， 她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女孩，所以你看她 passion 在这 happy 呢，因为她长期都抱着一种很 happy 的状态，她很兴奋的状态，然后这个也是很兴奋啊，这个是过分兴奋，这个，所以如果是你们，就是喜欢。 娜娜讲日文也好，打鼓也好啊，记得去like他的page啊，也会留意我们的影片了，还会时不时会出现的。<笑>